好啦，乡亲啊，强烈代表冷气团的影响，透早上低温伫个新竹个峨眉六度，台北嘛只有十度三，是即24年来上悬四月。要过日时温度是快速回上来，各地拢回到20度以上。但是咧，辐射冷却的效应，因暗日暝到明仔载透早，会阁降到剩九度。强烈大流量气团发威，上低温落地的新竹峨眉只有6度，五日时出日头，北部高温会升到20度。那以台北气象站观测到是10.3度，上一次出现在，比这个低的温度是在1996年4月。台北出现历史当来上冷的四月天，气象局嘛持续发布低温特报，针对一夜到明仔载透早。甘呐是定好新北市、桃园市、新竹县的出六度以下的气温，黄色定好包括基隆市、台北、宜兰县、嘉义以北、金门县有10度以下的低温发生的几率。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低温，在中部以北、东北部地区仍然有10度以下的低温，也不排除有大概7到9度的低温的情形。大冷天气形态一直到我拜三日时才会明显的回升，不过要提醒你，西半部只要温差来到10度，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，以免去冷着。